龙哥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但我第一次跟龙哥打招呼，我用我的就是最阳光、最温暖的笑容看着说：“嗨，龙哥。”然后龙哥那时候是这样，手插在口袋，戴着棒球帽，然后还有一点胡子没刮这样。跟我第一次跟我打招呼一样，什么意思啊？第一次碰面。但我跟你说，没关系，你能坐在跟他们一起中间。但我跟你说，这就是区别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区别。跟你们都很冷漠啊！我第一次见龙哥的时候，他是在房间，就是没穿上衣，然后躺在那儿。我第一次跟他见面，我开开门我就是大吼大叫，然后龙哥就看着我。哪我跟你说，这就是人。我天生身上就有一种很亲和的能力。你不觉得你第一次见我时候，你就感觉这个人就是很好相处吗？很好相处，对吧？因为龙，我真的是我第一次见龙哥，他们所有人都跟我说第一次见龙哥感觉很恐惧，我就完全没有那个感觉。我从始至终我都没有觉得龙鸿浩这个人是个很严肃的人。我第一次见他，我冲进他的门里，我就开始大吼，然后龙哥。就全程就这样，我就说哇，我说这个人真的很和善，我还问广，我说这是谁呀、啊？啊，我的一个朋友，我说哦，人看着很好的样子，他对啊，人很好。然后后来再打听了一下别人对他的第一印象，发现都是那种，这个人好像就是脑子，什么？龙哥他当时一进来就是大吼大叫，那个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感受？没有，我当时跟广在聊天，然后奶茶一进来就打招呼，那我就打招呼，因为就是熟人嘛。那你为什么跟我们打招呼的时候啊？没有，人家都不熟。没有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长得比你好看，这只是只因你。真的，你跟陈胜往那一戳不说话，那真是天地双雄，我的妈呀！你俩真的是，我感觉除了我没人会要你们俩，除了我和 AJ 没有人要你们俩的，都怕你们干些奇怪的事情，应该。没有，不会。可想而知，当年陈泽新 Q 龙哥出来是下了多大的决心，是真没武担了，把他 Q 出来了。不是，因为当时我跟奶茶，然后 AJ。就是我们仨，其实就我全部都跟我就我们舞蹈组都说过，就是我可能要去弄一个其他的工作，那可能没有时间和精力放在那个上面，就可能对大家不好，就免得影响后面结果，就最好就不要选我。而且选人那环节，说实话，我选的名单里是没有他的，对，就很尴尬。但是，而且我因为我做事都是会直接，我都会直说，我就直接跟他说，我说我可能不会选你。然后，但是最气的什么吧，如果是别人 Q 也就算了，陈泽新 Q。陈泽新一 Q， 我还听见 AJ 那边传来了喊声，然后当时我就拿了个单子，我又反应赛我说不行，这总有一种就是，虽然我也没有很想要他，但是总感觉被人要了又很不爽，当时就是希望就他被淘汰算了，谁也别得到，但是他一 Q 了我就很气，然后我就冲出去了，哎，但是我抢到了，就是，对，我那时候把我也是，因为我也知道龙哥有一次跟我们讲说，他也是叫我们不一定要选他，因为他中间可能就会离席。但是那时候我想说，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想要确认他可以继续往下，所以出来就希望他可以继续在。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，如果我在的话，是会给大家一个累赘在那儿，因为不然不好嘛。是一个那个就会是现在也是没有任何问题。这话说的没毛病，龙哥，真的近一个月说的最准、最正确的一句话。你要不要点脸啊？你要不要 battle？ 是非常正确的。谁给你 battle？battle 上辩论吗？给你。好啊，可以啊。你要 battle 跳舞吗？不掰不掰，掰不过掰不过，输了。哎，这是你送他的吧？对 ，AJ 送的。对啊。AJ 送给龙哥的。对，龙哥很喜欢七龙珠。对。你为什么？你除了送给他以外，还送给别的人这样的礼物吗？没有，我送龙哥两个，因为龙哥很喜欢七龙珠，然后我很喜欢夹娃娃，我很喜欢讲夹娃娃的。夹娃娃，对。对，我很喜欢就是夹娃娃。我夹了非常多，然后我那时候回台湾，我就想说一定要拿过来送给龙哥，因为龙哥真的很喜欢秋啊。然后就哎，你给我带最后你给我带礼物是什么呀？然后最后的礼物好像忘了，我哎网上还没有。你给了我盒鸡翅，还是凉的？那是凉鸡翅，卤的鸡腿跟鸡翅跟东安，对，没有，我会准备更好的给你。真的吗？对会。他这个多少钱？没有，我这个很便宜的。这就我夹的，这是我夹的正版公仔。如果这个是100块钱，你要送我乘10倍的。十倍可以。我不在乎礼物的质量，我只在乎价格。那我就是比他多一倍就好。有你什么事啊你？这边我的送礼大会。怎么打的？哎，你不是去健身吗？你怎么还不去减肥啊？健身走。哎，龙哥，我真的想问一句，因为你之前是说中间中途参加完就得退赛，后来为什么留下来了？后来因为我的剑要出鞘了。不是，是这样的，就是。一，我是考虑到一个负责任，就是既然你来了，那如果我真的走了，那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跟奶茶对过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想法。那如果因为我当时有真的有这个想法，就是说那我走了，然后后来，就可能是我觉得我自己不适合那种，这种一个环境，所以我那个时候走了。但是后来他们又问我，他说那你觉得你这样走，
你如果说啊，那万一就是可能奶茶会需要到我的时候，那我这个怎么办？那我这个人是不是不负责任？那既然别人选择了你，就觉得说你在我这个队，那你这样说走就说走掉就走掉，那你这个人就不行啊。好感动啊！就还是留下来。龙哥，我要哭了。但如果想走的话，就趁早，这样我好补个人进来。好，我操！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侯伟哲有打算确定吗？把他整进我们队人气也上来了。对对对。哎，突然问你的非常凌厉的问题。哎，就是你觉得在以团之名除了你组以外，实力最好的组是？奶茶组啊。是说真的哦，奶茶组实力真的好，因为他们公演跟运动会都是目前有拿过最多第一名。这样那倒也没有，好像。对啊，真的好，你们平均舞蹈能力强，然后也有人可以唱高音，也有人可以 rap， 也有人可以编舞。这样我就安心了。我对外说的是你们组，这就是爱，这是 love。哇，你真的你不脱裤子就坐边床？哎，我是因为龙哥他这条裤子我。有观察的，如果龙哥今天AJ 作为一个专业主持人的素养，快把这个段梗接下来，圆回来，快圆回来。为什么不脱裤子？为什么不脱裤子？首先，龙哥他也是这条裤子也是刚刚一起登上舞台，也是练舞到现在都没有洗的。那我这什么叫练舞到现在没洗？AJ 作为一个非专业但是比你要强的主持人，我告诉你怎么回答。你说如果我现在脱了裤子，这段就播不了了。我是为了素材着想，怎么？哎，要学习一下 AJ。你瞧你圆的什么呀？圆梗叫一句话圆完，你写个文章谁要看、啊？好难、啊。所以你确定你主持那个节目很好看吗？我还行。那节目还有在做吗？应该已经黄了吧？我不知道，我已经来这边就离开了。哦，这样。然后那边放烟花，甩这终于走了，耶、yeah ！我真的有。好了，开玩笑，都是在开玩笑，好吧？因为我俩没有什么，我俩又不会直接对决。对、啊、对，我们排如果对决的话，我们排友情岁月那支作品的时候，他还问我意见，我都很认真的给。对，我是直接把他叫到我们班，让他看我们的作品，然后让他给意见。嗯，这都很正常，因为这个无关紧要啊，就是不重要，其实。很多人喜欢看奶茶怼 AJ， 就是我不怼他，他很少怼我，我从来不怼他，他都是帮我讲话的。对，我是非人怼的。就有些像你看那个胖胖，就这种是我很爱怼的，真大哥是个。要回顾他进去那个选手室，因为没看到那个陈顺的脸。对，顺的。再找最搞不最搞笑，龙哥显了我们以后，你那个表情才搞笑，你们就就很懵，就一脸很懵。他说你在甩什么东西？就跟奶茶走。哎呀，他是一开始就决定了要选我。龙哥，你那个时候如果陈顺不在的话，不在他们班，你会暴走吗？估计会。其实后来我好险，龙哥没有选我，因为其实我那时候跟龙哥说，龙哥，我这边有你想要的那个人。没事，你那边有啾啾在。啊，啾啾也是一样。啾啾的。我那时候我想说，如果龙哥竟然没看到顺哥，应该会把我杀。哎，但如果你选龙哥，你也是 OK 的。龙哥的身高可以跟啾啾对。可以啊。你的队形是好看的。OK， 龙哥来我这组完全没问题。只是龙哥来我这组，那星辰跟郑杰肯定就不见了。谢谢。那我想想 ，AJ 来了我们组谁不见呢？我想都不见了，应该是都不见了吧？我们两个人就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男版 Twins， 呀呀呀呀！真的，哎，白，你怎么还在？这个选手你还没退赛？男组不是要把青总吗？闭嘴，快点，快出去！要。但是高鑫认真，因为高鑫已经在镜头前无数次说过，我说，我有一次问高鑫，我说高鑫问你个问题，就是我说如果我不当班长，就我被强行退赛了，然后这个班解散，你要去一个班选谁？然后高鑫不，高鑫是这样的，说我说那个我演两个角色，我说高鑫如果我被强行退赛，你必须选一个班。当班那个选一个班长，你要选 AJ， 然后我当时想你也不用一秒都不犹豫嘛。但龙哥就很会做人，我问龙哥我说，如果被强行退赛了，然后你必须选一个班长去他的班，你选谁？退赛。你看看，这就是区别。然后那今天你现在再给我一次选择。好，就是今天我跟 AJ 同时站在这儿，如果我跟 AJ 同时当年同时选你，你会选谁？当然是选 AJ。哇！AJ， 但这么问你，贝贝，这么问你，好吧？我跟高鑫，你是班长，我们刚刚同时站着，只能选一个，你选谁？我两个都选，只能选一个。为什么我俩？别回答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问题就相当于，这你不回答，快点，高鑫是怕被羞辱，就我俩必须只能选一个，你选。
不行是选不出来，两个都是我的挚爱。咔咔，霸凌。再说一次，快点，现在赶紧三秒钟前，三二一，一个是我的第一代室友，又可爱又高的高星，第二个是，就是我的也是我的挚爱，奶茶，又是我的。不用加这么多修饰词，你就告诉我答案就可以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必须选。我会让他去选。我不能，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。两个都是我的挚爱。不行，必须选，快点。而且这个时候为了综艺梗，当然要选我。再选他，再选他。好，那给你换个简单点的问题。为什么要突然都到我身上？怎么不问龙哥？龙哥现在很闲啊。就是来问个简单点的问题啊。他问我没，因为我觉得选对确实有点过分，对吧？确实有点过分，我也觉得不太好。我跟高鑫掉水里，只能救一个，而且最主要是救了一个，那个立马淹死，就是被鳄鱼这样夹断身体。我救你，因为我知道高鑫运动细胞很好，他没问题的，他可以自己游起来，我救你。他腿断了，游不了啊。两个人的问题不是这样，两个人腿都断了，可以这样中途改问题的。快，就这个剑把两个腿都砍掉，没人能游。现在我们俩都没有腿，也没有手，对，就是，也没有手，只有一个身体。救回来的也是个，不是正常标准答案是谁都不救，谁都不救，因为两个植物人救回来没有用。对，那我跳下去喂给鳄鱼，然后你们两个还要游上来吗？掌声鼓励。